这张专辑非常不白纸上，就非常跟我们乐队完全不一样。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那个创作的时候都遭受到了精神的创伤。然后我觉得写歌词并不是说提出问题，而是说我们在这场武汉人民在这场灾难期间的话，为全国人民甚至是全球人民，然后做出了宝贵的牺牲。我们只是抒发一下我们简单的感情。 我们对武汉有信心，然后我们对我们的疫苗也有信心，嗯，我们对世界也有信心。 中医院学的正义，正义直言永远铭记，也不是为了纪念李文亮，是为了纪念这个行为，不是单指他个人，因为他个人是必有的，已经过去的一个事情，而是这个行为需要被大家铭记。 画的第二天被刷掉了，然后因为我当时也很快的做完嘛，其实有人看到，对面社区的志愿者看到了。当天晚上，因为这个事情要对大家有所改变的话，推动社会进步的话，要对这个行为进行反思，让大家以后碰到不正义的事情，要正义的去做。